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辛苦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刚才你摸那个插秧的时候，我画的画，快过来看一眼，够不够？这是我们你好生活的。哇，我们像一头牛一样，在努力的在我们的前进的路上，而且这是我们你好生活的2021年的，记住我们这一瞬间。本来他们让我画你们插秧，我一看啊，秧插的画，这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，三牛精神吧，孺子牛、老黄牛、开山牛，完美。现在你们去把脚冲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不光要冲个脚，我们可能要洗个澡。我算了一下，我插了大概得有200株吧。这200株里，哪怕就1株。那你这也怎么也能结出个几十颗大米吧？你的几十颗，我的几十颗，所有这里老百姓的几十颗加在一起，那就是一股洪流，多少大米，就这么一点点攒下来的，就这么一颗颗插出来的。就像小撒说的，不论我能不能吃到它，但我至少自己有生以来亲手种下了第一颗秧苗。